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幻沙戒，有做无烟火坑沙、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护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遣令去救道终始，乃至胎中出受二根，于中起方便沙。上一次呢，跟大家学习到做这个无烟火坑沙。这个一段经文呢，讲的比较多一点啊，讲的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是接着看经文给我们说明毗陀罗沙请大家看经文。毗陀罗者，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造鬼，宙斯令起，水洗着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即读咒术。若所欲害人死者，患不可悔。若前人入诸三昧，或天神所缚，或大咒师所救解，不成害，患终可悔。是名毗陀罗沙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给我们说明什么叫毗陀罗沙这个毗陀罗呢，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起司的咒语我们这里看这个经文也很明显。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优婆塞就是受了五戒的男众受了五戒的叫优婆塞。那么这个也把他这个资格身份说明是优婆塞已经受了五戒的。那么受了五戒呢他要杀生而且对象呢是杀人。以二十九日这个二十九日呢是算阴历的。我们一般讲农历我们中国人讲农历这个每一个月的二十九日就是一个月的月底了就是这一天二十九日这一天。那么这一天呢求全身死人这个求就是
去找一个身体还很完整的死人啊，也就是刚死不久啊，这个身体呀 还没有坏，还没有烂啊，求这个前生死人啊。那么造鬼啊，这个造鬼呢，我们看了就很明显，这个人死了啊，他就不会动了。那么现在呢，要让这个死人呢，他爬起来，啊，而且还可以指使他，啊，去杀人。他这个方法就是召鬼，啊，把这个鬼呢召集来。那么这个召鬼啊，这个鬼呢，他的神识就附在这个死人这个尸体，那么他就动了啊，他就爬起来了啊，所以召鬼咒尸令起，把这个鬼找来啊，然后念这个咒语呢啊，这个命令这个鬼呢附在这个尸体，然后叫他起来，啊，那么起来就死人就会动了啊。这个是鬼神呐，这个神是他附在这个死人的尸体，啊，然后他就可以活动了。啊，我们现在看到附体的呢，我们看的不太会害怕，啊，可能我们同学有人看过，现在讲附体呢，都附在活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了不会说很害怕。如果他是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爬起来跟你讲话呢？我看没有人敢跟他面对面了，大概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但他就有这种咒术，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看到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啊，认为啊，这个大概是迷信啊，古时候的人啊总是都是用这个迷信啊。如果说一般人讲的啊，它未必是真的。啊，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能确定。但是佛经讲的，那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实了。啊，为什么呢？那佛不会打妄语嘛，啊，他怎么会去编一个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那佛他自己不就打了妄语了嘛？啊，这个五戒是第四条重戒是不妄语啊，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事情，啊，但是呢，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讲的，相信佛陀的人格，啊，一定有这个事实，那佛才会讲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啊，当然他有很多疑问。啊，这个也很正常的，啊，我们也不要见怪啊。啊，这些事情呢，啊，如果人生的阅历多了，经历见闻多了，那慢慢的呢，他就会了解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
看到这个附体的，附在活人的身上，他讲话就不是他本人讲的，那个声音、动作、表情都不一样。啊，那个叫那个演艺人员来演啊，也演不出来的啦。啊，叫他表演的，表演不出来的。那么我们从这个鬼神，他都可以附在一个活人的身上，那当然他也可以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啊，甚至他可以附在啊任何一个事物上面，啊，所以我几年前啊在新加坡。啊，那个时候去打活期，啊，建中协会啊就租宾馆给我们住，啊，道场啊住不下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啊，我还是这个房间有电视机啊，还是会受不了这个电视机的诱惑啊，总是会启动那个开关。啊，他就开电视，那开电视呢？啊，我就看到一个 HO 的啊，那个外国啊，那个影片的啊，专门演那个恐怖片的，啊，那个我最喜欢看的，啊，那么我就去哦去按哦，找到这个节目了，啊，太好了啊，我就欣赏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呢，那个外国演这个恐怖片呢，演的呢，那真的会扣人心弦啊！啊，真的那个恐怖的气氛呢、啊，时时逼迫着你啊！他那个电影啊，他可以演到这样。那么他这个内容就是演一个洋娃娃啊，这个洋娃娃大家应该看过啊。这个洋娃娃就是给小孩的玩具啊，这个这么大的啊，那个洋娃娃呢就是会拿刀去杀人啊，那么他没有动的时候摆在那里不动啊，就是一个洋娃娃一个玩具，那一动起来啊，他就拿那个尖刀啊去杀人，杀死很多人，实在很恐怖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呢、啊古时候有这种咒语啊，可以让尸体站起来，水洗濯衣，啊，就把它洗一洗，把它穿上衣服，啊，然后另手抓刀啊，啊，让他手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魔甲故，作此毗陀罗。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啊，使用了这个咒术，啊，让这个死人呢，找一个鬼来啊，附在这个死人的身体，让他爬起来，啊，手拿着刀，啊，那么他心念口说，他心里就有这个念头，啊，口中也说出来了，我为某甲故，啊，就是说，我是为了某某人，作此毗陀罗。啊，这是做这个法术，那目的呢，就是要杀害他，要他的命。啊，那么心念口说，啊，心里有这个念头，口中也说了，啊，做这个起尸咒，啊，让这个鬼啊附在死人的尸体，啊，然后拿刀啊去杀死。他要杀的那个人，解读咒术啊，那么就读这个咒术啊，那么这个咒术呢，就是命令指使啊这个鬼
啊，护在人的尸体，啊，拿这个刀去杀人，啊，若所欲害人死则犯不可悔，啊，如果他要害死的那个人呢，那真的就是这样被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不可悔罪了。若前人入三昧，或天神所护，或大宙斯所救解，不成害，犯终可悔罪。啊，那么这个终可悔就是。这个优婆塞呢，用这个咒术啊，让这个鬼附在尸体，拿刀去杀人，啊，没有杀死，啊，那为什么那个人没有被杀死呢？啊，这个若前人就是啊，他要杀死的现前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有以下三种情况，啊，没有被杀死，啊，第一种就是前人入三昧，就是现前这一个人呢，啊，他这个时候呢入定了，入三昧，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在正在打坐啊，他入定了，啊，那么这个鬼啊。去害不了他，难道这是什么道理呢？啊，他入定，他那个身体还坐在这里啊，啊，刚好啊，他不动啊，啊，杀他是最好啊，啊，最好的时机了。为什么他入了三昧就害不了他呢？啊，这个我看过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竹窗随笔有一个公案啊，莲池大师讲有一个道士，他嘛这个道士呢，他住在一个河边，啊，住一个茅棚，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呐，啊，要从那里河渡过，啊，那么在前一天晚上啊。这个道士呢，就听到两个鬼，啊，在这个讲话了，啊，那被这个道士听到了，啊，被道士听到了。那么这个两个鬼讲什么呢？啊，其中有一个鬼讲啊，就是那个河里这条河的水鬼。啊，在那边看守的。那么这个鬼呢，他要再去投胎啊，要去转世，他必须找个替身，啊，来代替他的工作。啊，那么这个鬼跟另外一个鬼讲了啊，他说明天呐，啊，有一个人呐，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么他经过那个时候呢，刚好下大雨，那个山洪。爆发，啊，水很大，那个人就会被淹死。啊，那个人啊，就是他的替身，啊，那么他可以转世了，啊，他可以离开了，啊，来给这个鬼啊讲，啊，也给他告辞，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这两个鬼讲这个话。那么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个人呐，啊，要渡过那个河，啊，刚好下过雨啊，那个山上的水啊，山洪往下冲，啊，那个水流呢非常急，啊，那个人呢要渡过去，啊，以前呢没有现在那么桥梁那么多那么方便，啊，那么在平常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下雨啊，那个河水是很浅，啊，人走过去了没有什么问题。
啊，但是下了大雨啊，山洪爆发啊，那个水就很深了，啊，水流得很急，啊，人很容易啊被这个急流啊被冲走了，被淹死。那么道士看到这个人要渡过去呢，道士就给他讲，叫他不要过去，啊，他说你等这个水啊比较小的时候再过去，现在过去非常危险，啊，有生命的危险，啊，那么这个人就接受道士的劝告，就没有渡河了。那没有渡河，那个鬼呢，本来就等这个人被淹死啊，做他的替身。那现在呢，这个机会呢，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那么第二天呢，啊，又听到这个两个鬼在讲话了。啊，他说这个机会他等了很久，啊，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无奈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他不晓得又要等多久了。啊，另外一个鬼就跟这个鬼讲，啊，他说这个道士啊破坏你这个好事啊，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报复呢？啊，去伤害他呢？啊，那么这个鬼啊，啊，觉得也有道理啊。这个道士啊，破坏他的好事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那个鬼就要去找这个道士麻烦了。啊，当然这个话呢，又被这个道士听到了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呢，这个道士呢就在那边打坐入定啊。那个鬼啊，在那边绕了三圈了，就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道士。啊，后来呢，又听到这个鬼讲啊，那你其实报复的怎么样啊？他说我怎么去找都找不到啊，看不到那个道士，他不晓得在哪里啊，他找不到。啊，原来这个道士啊，入了三昧。入了三昧啊。那么莲池大师对这个公案啊，他也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他鬼找不到啊？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那阎罗王派小鬼去抓他啊，那个公案一样，他入定了他就找不到啊，是什么道理？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呢看的是有形状的啊，只要有个形状在那边，我们人都可以找得到的。那鬼呢，他不是看形状的，是看我们人心的起心动念啊。如果你有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你在哪里了，他就找得到了。啊，如果你在那边入三昧入定，没有起心动念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因为鬼是找那个念头，不是找那个形状。啊，跟我们人不一样。啊，我们人是找那个物质啊，那个形状。所以这段经文啊，啊，千要没有什么注解很多啊，在注解里面呢，也广化老老师也没有很多注解啊。那么刚好呢，我看到这个竹窗随笔啊，啊，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啊，就把这个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讲的这个公案。那么来解释这一句经文啊，不然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难免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疑惑的
那为什么他入了三昧他就害不了他呢？因为鬼找不到他嘛。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呢，他这个幽婆舍呢是造鬼，他是找一个鬼来附在这个尸体，主要是那个鬼啊。那么鬼呢，他找到人了，起心动念他都找得到，你只要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啊，你动什么念头他也知道啊。所以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起心动念啊，鬼神都可以鉴察得到啊，他都可以侦测得到啊，他不需要用仪器的啊，因为鬼神他有报德的五通啊，有报德的五通啊，他不受这个行职上的障碍啊。另外鬼神他还有言语没有障碍啊，这个过去我请教过台南开心法师啊，他做焰口超度鬼神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看到啊，那开心法师他有定功啊，他修天台宗的三指三观啊，修道有得禅定了啊，这个事情啊，我是听我们敬老教授给我讲的。他真有禅定，所以他在超度的时候呢，他都看到很多鬼来，断头断脚的非常多啊，还有日本鬼，还有洋鬼。那我就请问开心法师啊，开心法师他也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台语啊。我就请问他了，我说师父啊，那你怎么超度啊？那些日本鬼洋鬼，那你讲这个台语念这个经他听得懂吗？啊，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呢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啊。后来呢这个在十几年前我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第一次做三级训练，前一天晚上啊，我就梦到很多白人跟黑人穿着那个白色衬衫西装裤，大概18世纪的人啊，就是达拉斯佛教会第一次做三十系列。我前一天晚上就做这个梦啊，那么第二天就要做法会了，那我也醒过来啊，这个梦很清楚，我想这个可能是求超度的吧，那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了。后来我就联想到呢，在梦中看到他们穿着的衣服呢，大概是18世纪啊，所以我就推想啊，大概是美国啊，林肯总统啊，那个时候啊，南北战争内战啊，黑人跟白人啊，那个林肯要去解放这个黑人啊，让他们得到自由啊，那么发动了这个南北战争啊，当中呢战争死亡的人啊，后来我就请同修跟他们立个牌位了啊，南北战争啊罹难的军民。那么在04年啊，我在澳大利亚啊，在布里斯本澳洲净宗协会呢做善训练啊，那么也是梦到很多洋女人啊，大概两三百人，一排很长的啊，一个接一个啊，那么手都被绳子绑起来，那旁边呢啊，站的那个警察呢，也是女警察。啊，后来我就找居士帮我查资料，我说奇怪，明天要开始做三级训练啊，今天怎么梦到这个梦呢？啊，我就想到达拉斯那一次的
那次的记录。啊，后来呢，这个啊，台湾出版一本《探索》杂志，啊，里面记录啊，这个澳大利亚呢，最早是英国啊，他有一些囚犯啊，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么第一批送过去呢是男囚犯，啊，第二批呢送过去的是女囚犯，有两三百人。啊，后来我查到这个资料啊，啊，我就确定，就是这批女囚犯啊，要来求超度的。那么我是根据开经法师给我讲啊，这个鬼神呢，他没有言语的障碍。啊，我们念中文的啊，这个念经啊，他们可以能够听得懂，因此他们才会来，才知道我们在超度。那么这些跟鬼神有关的啊，相关的啊，这个是讲毗陀罗沙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他入了三昧了。没有被他杀死，啊，因为鬼找不到，或天神所缚，啊，或者呢，他这个人很有德恨，福报很大，啊，有天神呐、啊、在保护他，啊，这个鬼呢，去了伤害不了他，或大宙斯所救解。啊，大宙斯呢，就是有一个更厉害的宙斯啊，啊，那么他给他解救了，啊，那么这个法术呢，对他就起不了作用了，啊，也害不了那个人了，啊，这个就不成害啊。那么不成害呢，还是有罪。啊，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戒体啊没有丧失掉。啊，戒体还是存在的啊，没有丧失掉。啊，是可以忏悔，但是呢是终罪。啊，那么这个罪呢，在世间法律讲就是杀人未遂。啊，你要杀人呢，但是没有达到目的。没有杀成功，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呢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没有丧失戒体，啊，也就是说没有丧失幽婆舍的资格，啊，那么这个叫毗陀罗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伴毗陀罗者。若优婆塞二十九日坐铁车，坐铁车椅，坐铁人，造鬼，咒铁人令起，随喜着衣，令铁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读是咒，若是人死则，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缚，若宙斯所救解，不成死则，是终罪可悔，是名伴毗陀罗沙。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给我们说明伴毗陀罗沙。啊，伴毗陀罗者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另外一种杀人的方法啊，叫做伴毗陀罗。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段经文是毗陀罗，啊，那么这个伴呢，就是一半。啊，那么这个一半呢？跟完整的毗陀罗呢，啊，它这个区别啊，就是毗陀罗呢，它是用死人，啊，是人，
但是这个人死了，刚刚死没多久了，他的尸体啊，利用他这个尸体呢，造鬼来了，附在他的尸体，然后拿刀去杀人啊，所以用完整的人的这个尸体，这个叫毗陀罗。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不是用人的尸体啊，他是坐铁车，坐铁人啊。若优婆塞29日坐铁车啊，坐一部铁车就是车子，用铁做的啊，然后再做一个铁人啊。古时候啊有这种咒术啊，杀人的咒术啊，也是造鬼，也是找一个鬼来。那么咒铁人令起啊，就是这个咒语啊一加持啊，这个铁人呢、啊、他就动了，反正起来了啊。那么也是水洗着衣啊，把他洗一洗啊，穿上衣服，把那个铁人啊给他穿上衣服啊。那么令铁人啊手拿着刀啊，若心念口说我为魔甲毒誓咒啊，也是心念啊，口中啊也是这么说的啊，我为了某某人啊读这个咒啊，要这个铁人呢去杀死那个人啊。若是人死则犯不可悔罪啊，若他要杀的那个人啊真的就被杀死了啊，这样啊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把人给杀死了啊，这个构成破众戒的事实了，不可接受忏悔了。那么这个做铁车铁人呢、啊，在念咒还是造鬼啊？找鬼来啊，附在这个铁人铁车这个上面，它就会动了啊。那么这个铁人铁车呢，在我们现代来讲啊，现代科技发达啊，现代科技发达呢，就不用去找鬼了啊，用电脑啊遥控就可以了啊，机器人啊啊，你去做一个机器人啊，现在那个我看那个电视啊，那个机器人啊，哦那个手脚啊也蛮灵活的啊，叫他拿个枪拿个刀去杀人啊，这个啊不成问题啊。啊，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咒术就是电脑啊，那个电脑按一按啊，那个机器人他就去杀人了啊。铁人铁车啊，这个用机械化的这个我们现在不难理解啊，但是造鬼啊，这个鬼附在那个铁人啊那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上面啊，它会动，这个就是找那个造鬼，召集那个鬼来附在这个铁人这个身上，它就可以动了啊。那么这个动实际上就是这个鬼呢它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啊，就是刚才我讲的看了那个 HO 那个恐怖电影啊，那个就不是机器人了，他演的那个电影呢就是跟这里讲的有鬼附在那个洋娃娃身上啊。这个影片呢、啊、如果找到了啊，播给大家看啊，大家再对照这个经文哦，你就很清楚了啊，原来就是这样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你想了半天那个铁人怎么会动呢啊。如果用电脑遥控我们现在没有怀疑，但是没有电脑遥控它会动很奇怪，你就想不透了
啊，其实呢，那是鬼啊，附在那个物体，它才动的。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造鬼啊，啊，他用这个咒术呢，是找鬼来啊，啊，命令这个鬼啊，附在这个铁人的身上啊，让他爬起来啊，啊，让他手里拿着刀，啊，命令呢，他去杀某某人，他就去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跟那个，那个外国电影啊演的那个洋娃娃杀人那个，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一类的。哦，那个，我看那个洋娃娃，他那个鬼还没有附在那个洋娃娃呢，他放在那边都一动也不动，就是一个洋玩具。他那个鬼一附在那个洋娃娃，哦，他那个眼睛也动了，也不一样了啊，那个动作，哦，那个。露出那种凶恶狰狞的面貌出来，看得真的很恐怖，看得真的也是很过瘾啊！啊，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厨房，哎，那个厨师正在炒菜，被杀死了。啊，人家在喝酒啊，喝得很高兴，哎，人被杀死了。啊，全场啊，这个就乱哄哄的了。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网络的同学呢，你们可以去找这个电影来看啊，然后啊，你再念这一段呢、啊，你就知道了，可以理解了啊，这段经文呢，他讲的这个实际状况啊，啊，那个演技呢，演得特别逼真啊。那么此地也是跟前面一样啊，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护，啊，他这个人，他如果入三昧了，因为他主要去伤害人的呢，那个是鬼神，啊，所以入三昧他就找不到了，因为他不是人，啊，如果人他就找得到，啊，你只要有一个物质形体，我们人都看得到。啊，那么鬼神呢？他不是看这个物质形体，他是看人的起心动念啊，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了。啊，那我们人是看不到人的起心动念，那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哦，这个我们可以找得到。那鬼神呢，他看不到呢这个物体啊，但是他可以看到人的起心动念，人的起心动念呢，他就有方位了。他就有形象了，他就可以找得到。啊，那么入三昧呢，他就找不到了，就伤害不了。啊，或者呢，诸天神所护，啊，就是天神啊所保护，啊，或者呢，被更厉害的宙斯啊他所救解。啊，那么这个是宙斯啊，互相也会斗法的。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他们那个时代呢，有一些人学符咒的，啊，在乡下呢也非常多。那么彼此都有学符咒啊，看谁的法力比较高了啊，在斗法力了，啊，好像孙膑在斗庞涓一样啊。看谁的法力高啊，谁的功夫高了啊！以前听我父亲讲啊，啊，这些符咒的事情啊非常多啊，而且做泥水匠的啊，我父亲是做木匠的，做木工的啊，但是他没有学那些咒术。啊，但是他知道了，有很多人他有做木匠，他有学这些咒术法术。那以前的人呢，就是请这个木工师傅去盖房子，还有请这个泥水匠啊，都不可得罪的。啊，你只要一得罪呢，那么你就惨了。
啊，他在你家的房子在梁或者在什么一个地方啊，他给你装一个东西啊，就可以弄得你全家不得安宁。啊，以前啊常常听我父亲啊讲这些事情啊，听大人讲这些事情啊，还有有一次我听我父亲讲啊，啊他们那个乡下山上的人啊，以前那个人穷啊，那一把雨伞啊，那就很值钱了啊。那有一个学符咒的呢，到一个人家去了啊，那么他这个雨伞呢、啊、被人家拿走了啊，他就很不甘心了啊，这个谁偷了他的雨伞啊，然后呢他回家就开始做法啊，他那个法术啊叫做火烧符啊，就是他念那个咒语啊啊，然后呢他自己那把雨伞在哪个地方，那把雨伞就会着火啊，结果他这个符咒啊咒语啊念念有词，果然啊啊他给他拿雨伞那个人啊，他家里呢起火了啊，从他那把雨伞啊火就烧起来了啊，所以有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出在佛经啊，我们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啊，佛讲的这个都是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这里是讲半毗陀罗沙啊，就是一半的啊，那么跟前面这个毗陀罗沙劫罪是一样的啊，真的把人给害死了那不可悔啊，要去害没有害成功啊，没害死，这个是终罪可悔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断命沙啊，断命者29日，牛死徒弟以90浊中，燃火已，行遍浊水中，若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随灭。啊，到这里是一段啊，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讲断命沙啊，那么下面呢 啊还有好几种啊，这个也是在29日做法的啊，就是农历月底，宁死徒弟啊，就是这个啊牛的粪便啦 啊这些屎尿啦 啊这些它涂在地上啊，那么再加上这个酒啊，这个饮食啊，放在这个当中啊。那么这种方法是用火烧啊，就是点个火把它烧起来。那么这个牛屎这个可以着火的啊，特别酒啊，它也可以着火啊。如果我们那个比较烈的酒啊，那个酒精的浓度比较高了。你火一点它会着火的。那么牛的粪便呢，因为牛都吃青草的啊，所以它那个粪便也可以烧柴火的啊。2003年我到西藏去看了 啊看到藏民啊，他们很多呢啊都是用一片一片的那个牛粪晒干了啊，我问当地的人那个干什么用的，然后烧火用的啊，因为那个草啊干了啊它可以烧的啊。那么这种啊就是用燃火。那么这个用这些东西呢啊，它放在那个地方，那么用火给它点燃了，火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它这个就把它丢到水中去了
啊，寻遍浊水中啊，就把它放到水中去了。若心念口说读咒术也，啊，就是心里有这个念头啊，口中也是这么说啊，读这个咒术啊，说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谁灭？啊，就是读这个咒术啊，诅咒他要杀害那一个人，啊啊，念那一个人的名字，啊，说某某人呢，就如同这个火，啊，这个火放到水中呢，火灭掉了，啊，那么那个人的命啊，就随着这个火，也就灭掉了，啊，也就死了。啊，所以若火灭时啊，彼命谁灭？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种，又复二十九日，牛死徒弟，九十浊中化作所欲杀人相，作相仪，循环波灭，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相灭。彼命亦灭，若相灭时，彼命谁灭？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啊，做法也是在二十九日。那么跟前面一样，牛死徒弟，九十浊中。那么他是画像啊，画呢要杀那一个人的形象啊。那么这个像画好了以后呢，循环。剥面，剥面就是把它除掉、去掉，啊，再把它破坏掉，啊，把这个像啊，啊，给它撕毁、破坏掉。那么，在破坏的当中啊，心念口说啊，就读这个咒术啊，啊，念这个咒语啊，如此相面，彼命亦灭，就是他画这个人的像。啊，那么画好了，再把它毁灭掉，啊，然后读咒语，这个相呢毁灭了，那个人命呢同时也灭了，也断了，啊，所以若相灭时，彼命随灭啊，这个相破坏掉灭了，啊，那个命它也随着就灭了，啊，那么这个啊是。又是一种，啊，那么下面呢，啊，又有一种，又复二十九日，牛死徒弟，九十浊中，以针刺一角头，循环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是名断命，啊，这个又是一种。啊，也是二十九日做法啊，牛死徒弟，九十浊中啊，这个跟前面都一样啊。那么这种杀人的方法呢，以针刺一角头啊，这个是用针刺的。那么拿那一个他要杀害那个人的衣服啊，他穿过的衣服啊，拿他的衣服啊，拿他的衣服呢，用那个针啊。刺那他那个衣角，啊，衣角那个头啊，给他刺。那么刺下去，循环拔出，刺上去马上拔出来。那么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谁出？啊，就是这个针呢，把他那个衣服啊，那个衣角啊，刺进去，啊，那再给他拔出来。啊，就是这个针拔出来的同时呢，啊，那个人啊，啊命啊，也就像这个针啊被拔出来了，也就死了，啊，是名断命。那么以上这三种呢，都叫断命杀，啊，这个也都是用咒语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讲，若用种种。咒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它是一个
涵盖性的啊，总的包括啊，若用种种咒使啊，种种咒就是不管用哪一种咒语啊，把人给害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不管你用什么咒啊，那只要把人给害死了啊，就犯了不可忏悔的罪业了啊，丧失掉戒体。若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如果用这些种种咒术去害人啊，人没有被害死，是终罪啊，中等的罪啊，这个终罪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是断命杀啊。那这个一大段经文呢啊，在千要里面呢，它解释者很短啊，这个千呢、啊、讲三种咒术断命。病名厌倒杀，皆毗陀罗之类也。啊，千只有注解这么一小段啊，啊，也就是总结呢啊，这个一大段经文啊，三种咒术断命啊，那么它的名称呢，都是属于厌倒杀啊，厌倒啊，这个。都是属于毗陀罗啊这一类的啊，使用咒术去杀人的，属于毗陀罗的这一类。那么厌倒杀啊，这个厌倒杀这些咒术杀人啊，在我们现代比较少听到了啊，有的一些法术也失传了啊。那么在感尸咒啊，这个啊，以前我在台湾看这个电视剧啊，啊，那个我记得很多年前啊，大概三十年前看了 啊那个名称啊叫做湘西感尸，湘就是湖南，我记得那一片那个片的片名叫湘西感尸。这个是在抗战时期啊，啊，还有听说过。那么到现在呢，也是啊比较少听到了。那么为什么经文讲二十九日做法呢？啊，就是二十九日念咒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没有夜光啊，比较适合这种咒术啊来施法。昏暗无光啊，适合这些邪术。那么这些咒语害人呢、啊、是到害死人啊，这个就犯不可悔啊。但是现在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咒术，这种咒术在伤人的还是有啊。我们到新加坡啦，就常常听到一些同修讲啊降头啊，那个常有同事讲这个施这个降头。那后来呢，有一年我在台东啊，啊有一个高级警官，外事警察的啊，专门管外国人的，有一个新加坡的人啊，去台湾啊施这个降头啊。那么这个警官呢、啊、也是我们净宗协会的同修啊，现在退休了啊，他就来给我讲哦，他说这个被他们抓起来啊，他还是很厉害的啊，他那个咒术还是很厉害的啊。哎，这个他这个外事警察科啊，他有这个刑案的记录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向下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